伤痛你脸颊。阿英私放红衣，重罪难赎，即日起将阿英禁于司兵殿，半月后青龙台受刑，剥除仙籍，此后禁足青池宫，不得再入仙妖两界，直至大泽山有重生之日。也好，只要不让阿九枉死，让魔的诡计得逞，掩盖真相，将我一辈子囚禁，我也甘愿了。还好阿宇能平静地在凝云山孕养长大，这也是我最后能为他做的了。将罪先阿英即刻押去青龙台行刑。这里是天宫，不是白鸟岛，纵我有罪也轮不到你来审。神罚是缘起神君降下的，我只是行刑之人，我奉神君口谕提前对你行刑，今日便是剥你仙骨除你仙籍之期。你是行刑之人，谁定的？当然是缘起神君。我不信。神君玉印在此。你一个低阶仙兽，真当神君在乎吗？你虽重罪，但不过是只不足轻重的水凝兽，我来行刑便够了。告诉你的，你说呢？即刻押去青龙台。是。你是白鸟岛孔雀一族。说，为什么潜入玄晶宫？妖狐红衣，你害死了蓝风帝君，害得华叔殿下新婚痛失夫婿，我是来杀你的。就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秃鸟，还想杀我？杀不了你也没关系，反正有那个放走你的叛徒阿英陪葬，死了也值了。说，你们把阿英怎么了？元起神君降下剔骨之刑，华叔殿下今日亲自行刑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他自毁内丹了。元起竟把阿英交到华叔手上，那阿英哪还有活路？林墨叔，众军听令！我奉元起神君之命，提前对罪先阿音执行剔骨之刑，还不跪下受刑？大泽山弟子，跪天，跪地，跪神，凭什么要跪你？
当初贤善掌教一力保你，你反而以怨报德，不仅毁了大泽山，更是胆敢犯我仙界，做出这等人神共愤之事。我没工夫跟你废话，叫元起来。仙妖两界的事端有你我在此处理便可，不必神君事事介入。你杀我妖皇还有何立场与我在此理亲？数日前我的佩剑被偷，刺杀妖皇与我无关。巧言令色，滚开，让我带走阿英，你也随我回妖界谢罪。玉峰，无需向他解释这些，妖族无非就是想以妖皇之死来发难于我们。妖孽，还不受死！众仙君起阵。看来我只能血洗罗刹帝了。这就受不住了，行刑还未开始。天行官，既然神君要踢他仙骨，自然是万仪圣火之刑最为合适。这万仪圣火向来只是为处置半神而设，这小仙兽不过是下君之子，且有重伤在身，这是会殒命的。他犯下弥天大罪还想活命，你若心慈，那便我来。话说殿下，火皇玉，火皇玉为什么在这儿？阿青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黄玉魔化，他们是要吸我的神元，他们要打开九渊结界。三皇，三皇，中计了！中什么计啊？火皇玉在此，他们是为了引我们来，他们要打开九渊结界。走！果然聪明，把神元交出来。气又如何？既然已经连接上九渊，还不是得为我魔族所用？既然你们不肯交出神元，那我就自己来取。邯郸碎灵还妄图对抗真神神元，妄作无用之功。你做什么？耗尽我半神之力，将体内这一分真神神元焚毁，没有真神的神元，
你们还妄想打开九渊结界？ 做梦！功败垂成，没用的东西。 没想到三火神君竟然自爆神元，只能用你的神元了，元起。 妖力，元启都未必是我对手。奉劝你们一句：休要猖狂，交出阿音。红玉，你休要猖狂！仙族入侵我妖族，比我父母战死时也未见有半分心软。红玉，今天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 红衣，纵使我今天身死于此，也绝对不会退让半步。
千将听令，守好防线。是。云峰，云峰。云峰就要冰结。都给我住手！你终于来了，红衣，我向你道歉。我已知大泽山真相另有隐情，之前是我一心想为大泽山证明，偏执了。但贤瑶两族的和睦，是万年修得的结果。你不要再妄心兵灾了。先族刺杀我皇，你说我该不该出兵？我们妖族素来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阿英为救我性命，身陷天宫。元启，你只管护好你的三界安宁，我只要他一人平安。这天上地下，谁都别想伤他。红衣，妖皇之死定有蹊跷，先让妖族退兵，我们从长计议。你的从长计议，就是将阿英行刑之人选为华叔吗？什么华叔行刑？红衣，果然没叫我白费心思，将红衣拉入战场。红衣，快停下！你先听我说，仙妖大战我不想站在任何一方，我只想查明真相。我来罗刹帝之前遇见了魔族青灵，他偷袭我，抢走了我的火皇玉。他已经承认是他控制领屠灭了大泽山满门，目的就是为了挑起仙妖大战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蓝崩之死、妖皇之死都与魔族脱不了干系。眼下先让双方退兵，查出魔族诡计才是重中之重。可惜你没有时间了，我有魔阵。魔族设计神君，大胆妖族勾结魔族，我们仙族绝对不会放过你们。众仙尊，布阵。火皇玉已魔化，元启，那就用你的神元来打开九渊。这小仙兽腹内有一颗化神丹，神丹不断地给他周身仙力，一直在支撑他的仙骨。若不是为了炼此丹救你，蓝峰就不会无法救之无辜枉死。放走妖狐，引起仙妖两族大战，你今日帮他，难道是要和妖族沆瀣一气吗？欢迎妖罗刹帝，
快去阻止他。刚才华玉真的我感受到了，还有阿金，我担心他。阿音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快去，不能再中魔的奸计了。仙尊，救神君！在控制这些魔器，他手上拿的不就是神君被魔族盗走的火皇玉吗？一定是他释放魔器谋害神君。仙师曾言，火皇玉吸取真神神元便能打开九渊煞域的结界，还不住手？是吧？还好吗？你为何会在这儿？我神君小心，就是阿依，用魔气和火皇玉吸取您的神元。你闭嘴！刚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，难道你们妖族要勾结魔族助纣为虐了？阿英绝不是魔。神君，这个孽障妄图打开九渊结界，还好我们及时发现，一定是他暗中勾结魔族挑起战乱，神君绝不能姑息啊。并非如此，是我感受到了火皇玉阵的，找到此处，看到神君被魔气吸取神元，但为何我能进入到魔阵之中，我也不知，但我所言句句属实。火皇玉在此，救死奉还。原因未明，勿扣罪名，诸位慎言。火皇玉与我凤族小凤君的性命息息相关，且只有小凤君一人能够感应得到。你区区一个仙兽，又岂敢信口开河？阿英确实可以感应到，我可以为他证明。如今火皇玉也已归还，于凤已回归无碍。神君，你刚刚说火皇玉乃是魔族亲灵所窃，可如今为何出现在阿英手里？而且火皇玉明明是神器，可为何如此轻易吸取你的神元？唯一的解释就是被魔气所控，而刚刚阿英操控魔气吸取你的神元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若说他没有修魔，众仙如何能信？阿英确实可以进化魔气，至于原因，无可奉告。神君定要维护阿英到底，不怕他与魔勾结，祸乱三界吗？
你若为了一己私情袒护于他，那如何让南风帝君瞑目？你身为神君，又如何让三界幸福？我是水凝兽，所以我可以净化魔气。阿姨，诸位若是不相信。 一验便知。这世界仅有水凝兽尚存。既然你是水凝兽，又为何隐藏本体？ 是本君，故意遮掩。只是怕有心之人对他下手罢了。水凝兽阿姨有我护着，你们谁敢动他，我杀了谁！弘毅，你别再胡闹了。当日我放你出锁仙塔，便与你说。 找到真相，为自己寻个清白。更不想看到今日这般局面。可为何还是发生了？我若不来，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你在天宫受罚？那本就是我的错。大泽山覆灭，因果重重，我种下的我便就要承担。放你出天宫，此事我绝不后悔。但今日。 查抵大战，众多生命因我所为而陨落，这我也要承担。我求你了，别再插手先祖之事。弘毅殿下，说你还顾及当年在九渊相救之情，算我恳求你，与仙界签订休战十月。 即刻退兵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念及阿英旧情，休战契约，你们先走。 谁与我离？你以半神之力抵御，当今仙界，谁能解其？我待仙界，为你解其。 休战之约已定，从今日起，仙妖两界不可再肆意挑起战火，有违此誓约者，必遭神罚。双方退兵。等等，水凝兽的灵丹不但可以净化魔气，也可以。 藏匿魔气，若他体内尚有魔气潜藏，那对仙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阿英乃是我大泽山弟子，我承应师尊命令，需照拂于他。你们不愿带他回仙界无妨，我带他回青池宫便是。山君，和阿英是师兄妹，情急之下护着他情有可原，但恳请山君。 就算不顾着三界安危，也要顾惜师门的清誉。大泽山祸端因他而起，若你今日袒护于他，岂不是误了大泽山的清明？恳请神君秉公处置。
神君秉公处置，降下九天玄雷，护我仙界安宁。以阿英现在的仙力，无论他体内是否有魔，都会在九天玄雷之下烟消云散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你们难道非要置他于死地吗？请神君秉公处置，降下九天玄雷。你们谁敢动他，我宁受天罚，也要毁了这誓约。这劫正是因为你这水灵兽一意孤行纠缠小神君所致，痴心妄想，不自量力，非要凑上来把这个劫难带到他的身边。你知道小神君为何如今不愿见你？只因大泽山覆灭，全部都是因为你。敢问大泽山要如何处置阿音？若是我没有离开大泽山，或许还能阻止这一切。我愿意受九天玄雷之刑，以证我清白。阿音，孔雀王不必如此催逼元起神君，我的错便是一己之错，我知我有罪，也会一人承担，绝不会推诿。但此事与我大泽山师门无关，若孔雀王再入我师门，今日我就算是拼上一命，也定会护住我大泽山。元气神君，阿英将火印从锁仙塔放出来，造成今日罗刹帝惨案，是阿英之错，我认罪。但若说我入魔，谋害大泽山，伤害神君，此罪我不认，也绝不会认。请神君降下玄雷之法，只有此法能证我清白。此法之后，前尘往事，是是非非，绝不能再牵扯大泽山和元起神君。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方才说的话你是听不懂。够了，若你们非要一个说法，如此，水灵兽本体弱，许你云山运养，我封其仙骨，用元神剑斩断宁云山，断其后路。这样无论他身上是否有魔，都做不了什么。这样你们可还满意？你要毁掉宁云山？我愿意受罚，真的。元神剑。等一下，我愿意受罚的神君，我真的愿意受罚，神君，我求你。你知道对我有多重要？神君，我求你！惩处已定，不容再议。我求你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
不过是神君命中劫难，神君唯恐避之不及，我却如校花追逐着你，如此不知，神君保重，动手吧。 大泽山弟子阿英，仙谷，风，生死不见，唏嘘九容颜，唏嘘余晖手。不要！父亲，林丹已死。叹悲将人转，元启，受剑！元神剑，受！相伴，盼一生。
悄悄。